年八月四号的下午，中国男子体操队的张博恒夺得了成都大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。我们在东安湖多功能体育场馆内再次见证了五星红旗的升起。获得金牌的是中国运动员 Gold Medalist representing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。